二军小心翼翼进入地下室，走在隧道里，这里就是马利波的亚速钢铁厂。Патроны выбрасывали, чтобы свой маршрут, да? Конечно, чтобы не потеряться. 这是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周二释出的最新画面，首度曝光钢铁厂的内部画面，就像是在炫耀战果。可以看到通道十分狭窄，墙壁砖块散落一地，墙上写下了亚速营的字样。再往里面走，也可以看到有吃完的东西、几件衣服，甚至还有被留下来的摄影机。不过来到钢铁厂外头，到处都是断垣残壁，地板、战车全都残破不堪，仿佛能看见当时乌军死守钢铁厂时，乌俄双方打斗有多么激烈。俄军持续在马利波进行除雷作业，不过根据乌克兰当局表示，在马利波一栋废弃公寓新发现200具遗体，正在腐烂，弥漫臭味。这遗体的数量是开战以来最严重之一，当地的可怕真相恐怕越来越浮上台面。只是同一时间，普丁穿着白袍到医院和受伤的俄军话家常，称赞俄国士兵都是英雄，对比之下不胜唏嘘。俄乌战争打至今满3个月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最近也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控诉北约袖手旁观。And we see NATO as an alliance, as an institution, sidelined and doing literally nothing. I'm sorry to say it.库列巴同时赞扬欧盟有帮助基辅当局，标战争是一个试验，能看清盟友的庐山真面目。东森国际中心综合报道。